可以話到俾你聽啊，我個人係咩個性咁樣，我覺得已經係最能夠表達自己嘅一個 accessories 咯。學咗做舞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嗰個上半 part 啊係好緊要嘅咯。香港唔係淨係得一位做舞師，唔少人都加入咗呢個行列，將大舞配襯 catch look 嘅文化帶入嚟香港啊！我 keep 住有時去半年啦，去一兩個月啦旅行。其實我自己好 guilty 嘅，因為有時你去旅行，你有啲 inspiration， 之後哇唔得啦，我要快啲整啦咁樣樣。即係我係中意到咁樣。Bass 原本嘅正職係空姐，未讀過設計，曾經有轉行嘅念頭。幾年前就決定每逢飛 London 嘅時候，就揾 Vivian Westwood 御用嘅做舞師學做舞。佢嘅設計典雅得嚟又夠型格，就好似呢個有鴨嘴嘅頭箍咁。唔想太隆重嘅話，咁可以襯翻啲 sporty 啲嘅 look 啊，著波鞋啊，好似好 elegant， 夾埋好 sporty 嘅感覺咧 ，blend 出嚟咧，其實而家都好興噶。樂文原本係平面設計師，幾年前又想轉工，喺英國只係報讀咗兩個星期嘅課程，加上 YouTube 自學，就開始咗自己嘅品牌啦。跟住邊一點，咁就知道要落邊口釘。呢啲 vintage 嘅舊帽具形狀獨一無二。那些年是高贵优雅的小帽，但是换上了不同的质料，在颜色配搭上面花点心思，是敢于衬下啲 casual 的衣服一样咁好看。如果还是觉得大帽过于浓重，这款 turban 可以说是入门级，不妨一试的。turban 本身是一个很有 character 的 headpiece， 所以不是说一定要衬到很斯文或者很复古。如果比较中性的女仔，你喜欢穿恤衫的，其实再加少少 accessories， 其实都可以好好，即是已经衬得翻这个 turban 了。